如果当初你没有发出那个邀请，现在的他是不是更快乐一点呢？泡面，肉肠，6块钱，啤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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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喝这么多干嘛？搬家前帮我清库存啊，还是啤酒？大家好，我是许文周，在剧中呢，我饰演池信。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正在 Carol 中文剧场 YouTube 频道播出，订阅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收看更多精彩。大家好，我是乔欣，在剧中饰演丁小柔。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正在 Carol 中国剧场 YouTube 频道播出，订阅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收看更多吧。此刻我才发现对你，我没抵抗力，一起去撞个美好的回忆，就像彩虹冰淇淋。